胡老师，再次有机会重考的话，当然在要求的规格上精准度一定要更好更精准。今天的呈现出来的表演来讲，可以说比上次稳定多了，进步多了，但是还是有瑕疵啊。请教同样是亮灯的舒俊老师，你今天技巧很好，但是声音很糟，其实一开头我觉得你今天声音怪怪的。同意小波老师的说法，因为这已经是一个败部的一个机会了，所以我们会要更高的标准来检视你。那既然你过关了，希望你之后的比赛能够更注意你自己的声音的问题。小松老师，要强调，因为从败部比别人更多一次机会，当实质上这个规格就会更高。但我相信今天我之所以不亮灯，我想我绝对不会在一个地方判定你的生死啊，在整个歌的状况，你展现的是一种实力，你用了一个技巧去说，实在对观众而言，你已经掩饰掉观众无法察觉的缺点，这个部分你做的我觉得是非常的好。所以在这边我可以在于你今天歌唱的实力上，那个控制力的部分啊，应该来讲是给予肯定的，所以我就没有亮灯。再一次掌声恭喜蔡一鹏。谢谢。